整个书读的故事到了桂妹姐进来之后，那等于是她人生进入到了最应该说最疯狂的阶段吧。带进来，你安不安？你家天放就行。所谓的疯狂就是疯狂的抓奸啊，疯狂的吵闹啊，因为林珊不断的外遇。奶奶，你敢？还不要去管吗？我给我你。往前，再往前走。我现在要感受的是，我怎么样对我的老公不离不弃，然后我还要求苦苦的哀求他留下来。这是戏里面就是叔竹师姐，本尊的杨贵妹是不可能的代事。我都跟你讲啊，咱两个缘分已经尽了。我说我看到叔竹讲这段词，我说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听了以后，我觉得我好纠结。